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新朋友分享一下之前的一些逃脱经历吗？就比如说我们去过哪些可怕的地方啊，遇到过什么什么可怕？没有可怕，我们都是阳光、阳光、小白马，都是快乐的，没有什么什么吓人的，你不要害怕。好的，我们节目这一季改成了就是向往的密室生活，阳光的健康生活，进去就是做饭。在里头过日子，主要就是个慢综艺。对，咱们上次真的是在做饭啊，这几期都在做饭、吃饭啊、涮火锅什么的。慢综艺，慢到已经真的是太慢了。这种地方确实看一看就是像做饭的地方，这种乡村真的是的。是